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神。今天我们要来玩 Minecraft， 我们今天四个人啊，一起来玩一张小地图。Hello， 嗨嗨，大家好，我是巧克力。Hello， 大家好，我是闪闪，我是小白。今天我们四个人，哎、欸，可以攻击，可以攻击，等一下，等等，别，你要乱打人，你要打人干嘛？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等一下。一起来玩的这张地图叫做烫手山芋 Hot Potato。 哎、欸，有没有听过这句成语，就是握在手上烫烫的山芋，然后你要想办法把你的困扰交给别人，有没 有交给小白，哇，就是交给别人的一个游戏。那我们在游戏开始之前啊，这个地方可以解释一个游戏最重要的就是游戏规则，这边有好大一串的英文，大概翻译给大家听哦。欢迎来到烫手山芋，在这个游戏里面你会握着一个烫烫的马铃薯，然后它非常非常的烫，那如果你握太久的话它会爆炸。然后呢我今天是不是有点太嗨了？然后呢你可以在地图里面收集一些加速的远景，对对对对对，道具，然后它会帮，这是什么声音啊？你没有听见吗？你没有听见吗？没有啊。好好，可能是我耳朵有问题。再一次哦，我从这个地方开始接好了。你会在游戏里面收，再一次，你会在游戏里面，再一次，再一次，你会在游戏里面收集到一些道具，然后这些道具会在游戏里面对你有效果。然后如果你要把你的 potato 传给别人的话，就只要轻轻的揍他一下，揍他一下，揍不到人。no， 揍。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道具有什么。第一个是 invincible， 就是对隐形。然后第二个是不会被，对，不会被打退。第三个呢是能够让你加速。最后一个呢叫做 anti potato formula， 什么什么配方，什么什么抵抗马铃薯啊？应该是，对对对对对，逆马铃薯配方，应该是吃了之后就不会，就是暂时不会被传过去。那这游戏里面呢还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地图可以来看一下，这好像是它的那个地图的预览图的样子。哦，哎，好可爱，我可以站上面。换一个，换一个，换一个。第二个是这样，沙漠，有岩浆。第三个是雪地，冰天雪地。第四个是基岩，好酷。第五个，这有四张地图，四张不一样的地图。四张地图，四回合，没有错，没错。我们还可以就是要不要打开道具？我觉得打开道具好玩啊，先打开，打开。好，没有问题，那就准备开始了，各位。我已经握好我的。哎，三鱼，三鱼，三鱼，传传传传传，走那么快，等一下，你们在骗人，来了，准备了，好 ，two one go go， 按摩摸，按摩摸，按摩摸，会先知道啊，会，我先跑，我先跑，我先跑，还有倒数哎，有空空空，闪闪离我远一点点，谁？巧克力，巧克力，你巧克力看到我，哇，好大，我是马铃薯人，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马铃薯要哎。我看我自己看太久，我看我自己看太久了。你巧克力远一点。那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啊，传给阿神了。算了，算了，我说你很帅啊。拿到三亿会跑不就快啦？哎呦，哎呦，哎呦，去哪？哇，我阿神爆掉了！你干嘛后退？哇！他倒数时间吗？啊，我没有开那个。哇哦！哎，你看到了？走开，走开，走开！你不要，你不要！啊，道具嘞！我说道具嘞，怎么那么没有道具？道具在哪里？不要过来呀！跑得比我快！小白，你看到道具吗？没有，没有看到道具！哇哇哇哇哇！追不到巧克力！你不要一直哇哇！小白，是我跟你啊！小白跟巧克力的战争了，我们可以靠近点吗？道具啊！啊，是你！我看到道具，我看到道具了，有道具吗？烫极端也在中间，在哪里？哦哦哦，它会出现在中间，在我这，在我这，给你，不要不要给我啦！等一下，你不是问在哪里吗？巧克力，我老实的回答你，哇，你好孩子，我怎么可以？哦不，太快了！耶！哇，我推他，道具真的有开吗？它是好混乱，在中间的时候有，可是好像到最后哎，我刚刚是最后才看到。那我们再试一次吧，好不好？我刚刚算是热身，热身啊，热热的双手，身体都热起来了，够热了吧？那一样这张地图好吗？好 ，OK， 继续，准备喽 ，Three, two, one, go go go！ 好，这次要小心，这次我用第一人称，离大家远一点点，离大家远一点点，他
他应该会说是你离太远，说不定一开始就是你，有没有？对啊。哎、欸，等一下，你真的说中了！哎、欸，我看到道具了。哎、欸，等一下，你怎么会倒在这里？加速加速，我拿加速过来，追不到我，我拿加速道具了，你追不到我，真的吗？这边这边，好好，道具在哪里？闪闪，我没看到，你不要打我，巧克力，哎、欸，不要传回来给我啊！我报警，互相传嘛，哎、欸，把道具吧，哇、哦，他们有一点点，三二一。Boom！ 哇、哦，啊！哎、欸，闪闪隐形的，闪闪隐形了，闪闪的。可是跑步有血血。对，我在追血血。追血血，追血血。哦哦哦！闪闪超聪明的，闪闪直接停下来不动哎、欸。要爆了，要爆了！闪闪，我要死了！居然知道隐形呢！哇，居然停下来耶！哦，这里这里，终于哦！哎哎哎哎，没吃到没吃到，吃到了！哦、你哎、欸，为什么冲不出去？枪枪枪！哎、啊啊，无敌！这是简单游戏吗？哎、欸，等一下，等一下，我看见他闪了，他在闪。闪闪，闪闪，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我刚玩过头，我刚玩过头。哦，冲过来，冲过来！哦，救命！说的叫你说的，爆掉了，我跑不起来。哦，这样玩也可以，玩的游戏。哦，我知道路易不是报应吗？他每回合好像都会有那个道具。我们换一个，我们换一个关卡好了。沙漠关卡，还、哎、有蜘蛛网，蜘蛛网，欸、还有岩浆哎、欸，可怕的地方哦，好大哦，这张哎、欸，真的会粘啊不，好大哦，蜘蛛网不会粘在哪里？在过桥啊，你可以上来，你可以上来。哦，他有说有道具出现在场地上啦，我看到了，哇，就是、一回每回合都会有。哇，这个地方真的哎、欸，如果被烧死会怎样？哎、欸，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不要。我不要！我还一秒愣了一下。等一下，我附近没有人啊！你也太愣了吧！闪闪，救我！闪挂了！道具呢？道具呢？是谁？不要我，拜托！谁？啊，是我！怎么又是我？躲起来，躲起来！嘘，这样地图很适合很多人一起玩的。那个阿神，我带一个。哎、欸欸，真的有道具哎、欸，在上面，在上面。对对对，阿神，转角，转角，转角，阿神，阿神，你会转给我？你走开，好啊，你走开。阿神太远了。哇，会不会？哦，岩浆不会死，但是被藏在里面啦、啊，可恶！掉到岩浆里了，闪闪，好特别哦。真的会是底哎，我先跑了。啊！有道具，有抗击退，在哪里？在哪里？在二楼，在二楼。从头到尾都没有看到道具，怎么道具在二楼？所以你在一楼是没办法，你要找楼梯上去。就在二楼被黏住了，哇！哇！看到吗？看到吗？哇！啊！哇！打起来！打起来！打起来！哦！互相打，互打！哇！没打到，没有打到，没有打到。哎、欸，他爆炸了！他以为打到你就转头，结果没有打到。如果那个拿到山芋不小心把滑鼠滚到那个其他的道具上打人家会有用吗？你可以试试看、啊。不知道哎、欸，因为我的跑步线，你知道我的跑步线是中箭，然后那个手上的那个东西是跑到包包里面。不要用中箭了吧？哎呀，这是我第一次遇到中箭。这关刚刚小白好像没什么玩到，我跑，我离了你们太远了。我决定开场先跟着人。是谁？是谁 ？Fuck！ 刚刚没有传到，现在就要传一下了。还给你。哎，修腾腾，修腾腾，哎，好像有用，好像又没有用，哎，卡，修。哎，在哪里啊？啊！修腾腾，修腾腾！哦哦，哎，你掉到蜘蛛网还可以打回来，你为什么？他不是在追我？哇，小白呢？他比较近，可恶！小白不见了哎、欸！小白躲得好好的。不要管！我知道隐形。追粒子，追粒子，追粒子！我在听声音，还听声音呢。哇！先行了，先行了，先行了！不打，不打了。你在那个蜘蛛人啊！我知道了。在蜘蛛你还可以打人啊？没了。
哇，好紧张！小白，小白，我躲得好好，熬到这里了。猫啊！哇哇！小白，跑起来，跑起来！救命啊！哎、欸，有到这里了。隐形，嗯，在楼上。哎、欸、哎，为什么我一直粘到？可恶！阿三，给你！哇！哇！等一下！等一下！不要！等一下！我快爆掉了！哇！天哪！我的手一直在抖哎、欸！天哪！这是我玩过所有 Minecraft 游戏画面最……我手超抖的，好恐怖！我看画面大概是这样，狂抖。哇，好刺激哦！哇，第三关，第三张地图，哇，不要，太激动了！刚刚都躲起来，不要躲啦，小白。哇，躲到哪里啊？这里这么宽敞，不会有人躲。对，好宽敞。哇，这台已经过了很久了。哎呦，加速道具。我要去拿道具，我都没有拿到。哎、欸，谁？还你，还你，还你！不要，等一下，我当，我当不了，按不下去，不要！跟我关！不要还我，我会疯掉！阿森，给你，阿森，给你！不要！小白败了，小白。我掉！再来是谁？阿森，阿森，谁？是你啊？不是吧？是你，是你，不是我。跟我打架吗？跟我打架，我就跟我打吗？先去拿那个，跟我打吗？没事。两巧克力，你拿一堆巧克力。哇！又打到了！巧克力，你是巧克力。不要动我！不要动我！哎呀！我爆掉了！好刺激哦！天哪！巧克力太近了，真的太近了！哎呦，卖掉了！哎呀，卡到！完了！感觉跑比较快啊！完了！哦，好快，好快的反应速度！哦！别打！那么近！哇，这样同样的速度，你居然跑得比较快！那同样的速度，哇！所以拿到会快一点点、啊，拿到会快一点点，我觉得大概有加速一的感觉。好，应该打到底的，来，你是都不去吃，我从来没看到一个、啊，准备了，三二一 ，Go Go Go！ OK， 我都玩到快，好，小心！什么时候会有道具啊？它会出现每一轮呢、啊？每一轮它都会有一个道具。不、哦、是我，人在哪里？你在哪？我才不告诉你嘞、哦！看到了！在这里！哦，闪闪又吃隐形了，闪闪又吃隐形！闪闪，道具上一点哦！我后面有妖怪，不要跑啊！闪，给你！妖怪，不要跑啊！我爆掉！没事，这里隔岸太快了吧！道具在干嘛？你干嘛？你想干嘛？是那个是道具吗？你去找阿神，哎、欸、是哎、欸。哦，我看到你了！等一下，不是你的头跑出来。隐形效果会交换哎、欸。没有啦，我知道。巧克力。干嘛？不要！碰到了。有！躲起来！到了啦！你在哪？起来，你干嘛？哦，道具出现了。哦，这个是。哎呀！你还在哪？啊！你干嘛？我先走啊，抗击退啊！哎呀！皮肤会痛，皮肤会痛。回来！还有很久。回来！还有很久。回来啦！抗击队，抵抗马铃薯。啊，这一张地图，哇、哦，好累，好刺激，不能玩，哇，好刺激啊！来，讲回，这可以爬到雪人上面吗？雪人，哦，你可以试试看。雪人上面，你可以把它炸一个洞，然后就……等一下，的感觉。阿神救我！不要，你去找别人吗？你很棒。好，我找到，等一下，它快变红色了。找到了，我找到你了。小白要爆了，快爆了，它快爆！不要慌我，它真的快爆掉了。
了。你会发现巧克力在格外光火，去先去找巧克力。不要，闪闪，你不要。有道具，有道具。闪闪，巧克力。闪闪，哎，隐形了，闪闪隐形了。OK， 哇，闪闪隐形了。救命！差一点就碰到。救命！我靠，碰就差了一点点。救命！我在这，你在哪啊，神？哇！我靠，你在这里，你绕过去了。因为你绕那个甜点柱。哇！闪闪的，我不知道哎、欸。你不是想躲啊？每个人都在蹲下玩，可恶！闪闪回来哦，闪闪。最后是鹿死谁手？有好吃的马铃薯哦！追不到，你看他超快的。有好吃的马铃薯，你怎么那么快啊？吃哥哥的马铃薯！完全追不到，大崩溃！他们看到的了，希望朋友们喜欢烫手山芋这款游戏。如果喜欢的话，别忘了留下一个。当众的喜欢，让我们知道。也许下一集我们可以再找更多人一起来玩。我觉得人多应该会更人多很刺激。看看我们今天可不可以突破10000个喜欢。我们下一集再见喽 ，See you guys， 拜拜。